今天下班回家，老婆却不在家，温馨看了一下，说是和朋友吃饭那电视看到忘记，孩子睡眠你朋友也纷纷下线，留下我空手房间，别的不接，原因不见，那是也翻车，你可知现在是深夜十二点，在三星点里当然是寻个原因，他小的人是他们的大不去去不回家，他是一座奶茶，包容才是最珍贵的话，当然是寻个原因，他心中比人流的辣自愿无人能挡，开启你的光芒，请不起烦恼你最好没有往往，亲朋好友聚餐，你俩聊得最欢，从致富到发财，还不是点点额，脑袋双休日和休假，从来不说去哪，脸上厚厚的心装不起飞向他的床，失败被迫西方乱只能期盼，你说他这样我还能怎么办，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寻个原因，他老是问起我和你差，不管你能力多大还是心态爆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话，当然是寻个原因，他心中比人一个样，여기다그시대수마가예니이네외자도미따라유진도고한다테도라마미오와테고도네가세테토모다치모후자이모치데루수바은電話出ない行方不明やばい無理だ漏れじすぎてるって知ってる許すしかないよ子供のパパじゃなくても受け入れることが大事許すしかないよ好きな人ができたって何とも言えない辛い経験して強くなれる来世にかけよう楽しそうで聞き耳立てたら君に叩かれた休みなのにどこに行くんだ派手な化粧で彼のベッドか失敗背負いイライラ受け入れるのこんな人一体どうしたいそれはもちろん許すしかないよとりあえずおしよう